那边刚好是我的老家做电话。等到了。到了。等到了。还是的，还是的。还是的。我来用这排骨鸡给你。我这家伙比你发钱了。我的哟。我不给他们。幫 Anthony 攞埋，夠唔夠數啊？攞俾你，唔使。
加人手的。我哋影煙花，因為琴晚過嚟，咁喺住咗。咁喺邊個點煙花？都係喺海洋花。如果人人燒，我就嗰本就會係嗰啲嘅這個勁似咧嗰啲
wallpaper 咧，中間貼張相喺度，係咧，寫埋字咁樣啦，寫完字先印上去啊嘛。咩？咦？係啊 ，AK 冇咁差冇咗，寫唔寫得用？唔寫得用，但我都係攞嚟抹咯。係啊，有冇呢啲粉藍粉紅色嘅？我影咗你哋啦。Oh my god！ 打用下同一張紙先。我已經出賣了你張紙巾了，等一下先，咁啦，都係要用一支歪鏡，梗係啦，用唔好，嗱，幫你揸住啦，擺放喺度先，好，我支歪鏡沖曬先。全部是的，是周围都是朋友吧？那边都是朋友。不夠魚，點解嚟就係唔夠魚？點解咧？我掂到黃金比例喎。有沙碧啊，紅豆添啊。我啲單。嚇點點啊！你要講好絲服啊，好絲服啊，係。你講問，如果有半件紫色六分鳳凰就絲服。即賴，即賴。果然係熱痛啲㗎，即刻要鏡記住。連續九件澳門銷量第一。Thank you.
我覺得香港啲人少咧。啱去國家買嗰度。啊！我知啦，好似咧人哋嗰啲咧。好熱，好熱啊！雪糕啊，桶啊。哦。加到邊個啲餅咧？你點樣整？你哋咧？薄版嘅雞蛋餅。我轉頭先太熱啦，好。點啊？終於凍到啦！好味嘅喎。黃金俾你得唔得啊？你食下我攞。好熱啊！但係而家係好味嘅，你唔熱，你凍咗唔好食嘅。而家咁熱先好食。唔係啊，凍咗我脆噶啦。而家好脆。你好味，好味道唔識講，明嘅啊嘛。不想玩啦！我知道玩啦，嘢。棒啊！應該除低啲裝備啫。喂，走啊你！
在五六十年前，澳門還是一個未發跡的漁港。哇，又講唔玩，你 keep 咗後面一段。要整個尋找花的故事嘅音樂。咦，這個位置會不會擋住了個人啊？啱啱好呢個位喎。佢咯，要曬啊！翻入個家啊，揾少少嘢擺落盤洗，唔得㗎嘛，裝曬，就嚟先啦，睇唔到㗎啦，因為都應。好快登喎，而家點準？咁慢少少。全部人的架餐的行李放在腳架底下是威尼斯，現在搭車去威尼斯，現在我去威尼斯，是啊，你做什麼 Fesco 啊，沒有 Fesco 的問題，怎麼會沒有 Fesco 的，你一拉我，不是啊，真的一拉我，沒有啊，真的可能沒有，我不是看 Fesco 的，我不是看 Fesco 的，那你看什麼，他真的沒有，我是在那邊搭巴士，我就想，那個沒有 data 的，我看著怎麼搭巴士，OK 啦，咁冇問題。好，佢變得幾貴啊！你睇佢笑到咧收唔到聲。我真係一路講完自己仲喺度。我冇上網，我上網就喺如果看到你，即係我最上一次看到你，再見到你。係啊。
驚嘅故事。都咧，好粉碎，忍唔住有笑啊！你中意嗰只，中意嗰只，呢個愛愛啫，都知道愛啫。